齐慕言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刚刚做了一个噩梦，梦到你蛊毒又发作了，还好你没事。本来是没事的，被你这么一折腾，反而有事了。你怎么了？是哪儿不舒服吗？是眼睛吗？ 眼睛怎么这么多红血丝啊？这里不舒服，我最害怕的就是你这个家伙。你怕什么？我可是你的香包。 奸虫呢？慕言，我今天晚上想要留在这里，可以吗？ 女朋友，气死我了！在刚刚那种情况下，你至少应该……哇，饶雷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哇，你这肮脏的，丢脸死了！